离婚呐，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如果这段婚姻很痛苦的话，那么我建议你放弃。我知道，你之所以承担下那些罪名，就是害怕村里的人误会我，瞎说我。我乐意，我高兴。 大夫说了，我这辈子都怀不上娃了，省医院我也去看过了，都说治不好。天明，我不想拖累你，咱俩离婚吧。我现在真的是一点这方面的心思都没有。再说了，现在谁还敢？